老板，您这边这条街好多烟酒店，为什么会选择这儿开店呢？这一条街呢，是一条老街，专门做眼镜的一条街，可能会风险会小一点。如果是开在那种单独的那个位置，风险有可能很难做起，或者说大家都不知道。来这边嘛，大家都知道。看你这一个月房租大概有多少钱？我一个月的房租是两个店铺，大概3万多块钱。这是两个店吗？对的，是两个店，比较大的。一年要30-40万了。要的，加上水电啊、工资啊。你在这儿不怕竞争吗？因为大家在这边嘛，都是聚集，人流量嘛也会大一点，集中到这边来，有点名气。一般的配个眼镜，普通的多少钱？我们一般常规的话，如果是在外面配的话，大概500-600块钱，在我这边配的话，200-300块钱也能配一副眼镜，也就很好的眼镜了。您做这一行有多少年？我是2004年来上海，2007年开的这个店，将近20年了。就是做这个行业，我们都是比较用心的做好每个客户。就是投资蛮大的。投资刚开始肯定是小年轻的时候肯定没什么钱，后面嘛到外面借钱啊，就想着自己也开一个店嘛，慢慢自己做起来嘛。在上海买房了没？目前没有。买房嘛也是贷款。有这个打算吗？当然想了。因为看你生意蛮好的呀。对，我生意嘛一般都是老客户介绍一个，老客户介绍一个。现在一年还能剩多少钱？雇了一两个员工，在这里嘛，上海的开支你也知道，一个租房，一个吃饭，一个小孩读书。我们嘛要赚点钱，就是平平淡淡，跟小孩子能维持生活，过得来，不会向人家伸手要。10-20万有没有？10-20万是有的，但是除了一些开支的话，余多少钱就没有多少钱到手。到手没有那么多。对，到手没那么多，因为家里还有开支嘛。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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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点个红包。筹码这边的特别准，咱们觉得很舒服，不错。好，谢谢，没事。都站着，这么久，他坐着，坐在这个有拥着。谢谢啊，谢谢。这个归我。好，再见，再见。变化了，我不交，绿色纸，网贷。